actually like red or yellow. Red. You red? Okay, you okay? Yellow? Red. Server? And end. This end. Okay? And see you see.马上进行的是第三场男子双打的比赛，那么这个一队也是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啊选手之间的一场比赛，鲍伊摩根森与龙大郑在成，相信这一场比赛一定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对决啊。应该说在历届的苏迪曼杯中啊，男双都是韩国最稳定的一个得分点。那么今年那个韩国的头号男双郑在成李龙大，在今年的一系列比赛中吧，应该说他的胜率非常高。另外韩国还有一对男双是高成炫柳岩星，那么这队呢现在也是跻身于世界一流男双的行列，今年呢也是取得了多个超级赛的冠军。李龙大在中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啊，和受到广大球迷的喜爱。担任这场比赛的裁判是来自中国。双方停止练球，比赛马上要开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主裁判是来自日本的主裁判。丹麦队先来发球。球出界了，好砸线，在界内丹麦队队员判断失误，韩国队先拿到了第一分。丹麦队这球又是失误，2-0。
3-0。大本营对这个队的选手上来以后打的还是有点紧，连续出现了失误。接发球又出现失误，4-0。是失误，上来以后，丹麦队打的还是有些紧啊，连续出现了杀球失误和判断失误，5-0，郑白成发球。那么从双方以往的战绩来看呢，李龙大他们还是现在这队是以6-3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上风。双方的攻防转换非常快，这个球郑白成出现了失误，2-5。6-2。丹麦队开局以后哈、还是失误偏多了一点，李龙大。这个球落在了界内。7-2。韩国队开局还是比较顺利的，那李龙大的表情也是非常轻松啊。7-2。还是失误。8-2。丹麦队开局以后打的还是有些紧，没有放开。现在韩国队是以8-2领先。李龙大在后场连续进攻以后来到网前封死了对手。大发球，现在场上比分是9-2。他们对又是一个失误，10-2。韩国队开局还是比较顺利，以10-2将比分领先。李龙大继续发球，这一球是一个滚网。
3-10。宝一来发球，现在场上比分是3-10。投了郑伟成一个后场，郑伟成回球出界，4-10。报一、这个回发球非常漂亮，5-10。球出界了，韩国队率先拿到了11分，来到了局间休息。那么从这个开局的比赛来看呢，丹麦队落后的主要原因还是自身的失误稍微偏多了一点。比赛继续，郑伟成来发球，他们队又是一个接发球的失误。球得分，6-12。球又出界了。对，拿下了这分，13-7。应该说，这个第三场的男双比赛，应该说对今天整个这个局势来说，应该说是非常关键的，可能会决定着最后比赛的胜利的归属。因为后边的女子单打还有女子双打，应该说双方呢平分秋色。从实力来讲，应该鲍恩如果正常发挥的话呢，应该从他的比赛经验孩子的实力来讲，应该稍微占一些上风，而女子双打，那么韩国应该说更强一些，所以男子双打，那么这场比赛呢，有可能会左右今天整个比赛的最后的胜负。
8-13，大本营队来发球。抢得很凶啊。球又出界了，单位队到目前为止失误还是太多了。不好意思，头上系着发带的这位是摩根森。球下网。根森来发球，这个球是发在了界内，投了后场。根森来发球，现在场上比分是10-14，又是继续投后场。又出界了，15-10。还是失误送给对手一分右。丹麦队这个选手今天打的还是有些着急。16-10。这个接发球推的速度很快。11-16。宝一来发球。17-12。这个球落到了界内，正在行判断出现了失误，13-17。
续扩大比分，18-13。18-14。丹麦队现在又将比分追进了一分，现在场上比分变成了15-18。哎，鲍伊来发球。就看看裁判怎么来判，是不是应该说是在界内。界内16-18。那么这一段呢，应该说丹麦这队选手打得还是不错，打出了气势，将比分现在已经迫近，现在场上比分是16-18。半场17-18。那么刚才韩国的这个优势转眼间已经没有了，现在只领先了一分。界内18-18。那么开局的时候，听说韩国队打的还是不错的，那么一直比分领先的还是比较多。那么这段时间，丹麦选手逐渐的进入了比赛状态，现在已经将比分追成了18-18。界了，非常艰难的拿到了这分，19-18，再次领先。但是这局的胜负还很难预料。因为后半段呢，应该说丹麦队这个选手的从进攻的，他的这种特点来发挥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韩国队来发球，19-18。连续的进攻，19-19。现在双方又战成了19-19。被压得非常难受，球始终过不去。19-19，我们跟森来发球，这个球抢到了高点，放了一个网，20-19。那么韩国率先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
看看韩国队能不能顺利的拿下这一分。这个球是应该说是一个机会，李龙大这样的一个球也封下了网，稍微有点着急。现在双方打成了20平。球速度非常快，21-20，韩国队再次拿到局点，正在惩罚球。21平。现在双方已经战成了21平。罗根森来发球，韩国队这个接发球出现了失误，丹麦队反而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22-21。那么韩国队呢，在连续拿到了两个赛点的局点的情况下没有拿下，反而被丹麦拿到了这个局的局点，22-21。丹麦队出现了失误，22平。稍微有点急了，心态。丹麦队再次拿到局点，23-22。非常顽强，出色的防守，要出色的防守，最后造成了对方的失误，23平。这两盘防的是非常的漂亮。23平，正在城来发球。
抓住了机会，再次拿到了这局的局点，24-23，韩国队拿到了局点，现在场上比分是24-23。郑在成来发球，随着丹麦队的这记失误，那么韩国队非常艰苦的拿下了第一局。那么从开局来看呢，韩国队曾经一度是以大比分领先，但是在后半段是被丹麦队呢非常顽强的将比分追平，甚至丹麦队拿到了两次的局点。那么随后也非常可惜啊，双方在经过了互拿局点的情况下，最后韩国队还是最终以25-23拿下了这局。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二局。那么在第一局呢，韩国队经过艰苦的努力，最后以25-23险胜，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李宗大发球，球还是有点着急，扑球下网。韩国队现在是1-0，李宗大发球。1-1，这个球挡网下网了，球没有过。李宗大连续两板，将球杀到了对方场地内。2-2。
球接。韩国队这一局也是出现了几次失误，现在场上比分是3-3。谢了。丹麦队现在是4-3，第二局还是领先。发球失误了。丹麦队今天整来说失误还是显得多了一些，发球又失误了。出界了，韩国队已经连续几次在这个位置球出界。这边有可能是风向还是受到一定影响。是依靠自己顽强的防守，都是逼得了对手的一次失误。鲍伊也很着急啊，觉得这个球不太应该啊，本来是主动的球，打突界了。球又是出界，看来还是场上的风向对韩国队呢还是有一些影响。在这局比赛中呢，已经至少有3次，就是球只有出了底线。鲍伊来发球，被判发球违例。现在场上比分打成了6-6。
又出现了一次失误。摩根森，7-6。第二局比赛呢，从一开始上来啊，双方就是打得比较激烈，比分咬得很紧，不像第一局似的啊。开场以后呢，韩国就迅速将比分拉开。双方再次回到一个同一起跑线，场胜比分是7-7。球，对方回了一个空当，正在成进攻以后呢，自己场地的右方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空当，那么被丹麦队抓住了这个机会。现在是8-7，丹麦队又领先一分。出界了，8-8。球又出界。这局双方的互相的失误还是比较多一点，第一局主要是丹麦队这就选手失误，那么第二局呢来看呢，韩国队也是出现了一些失误。9-9。李龙大发球，其他球这个线路推得非常好。那么现在男子双打的这种比赛呢，前三拍也是非常关键的。从发接发这个角度讲，那么谁在这个发接发的这个环节取得主动，那么他就能够在比赛呢竞争中呢，能够持续的得分。现在场上比分是10-9，丹麦队还是领先了一分。过往前的这个压迫，还是造成了丹麦队那个防守回球出界。现在韩国队又将比分追成了10-10，双方比分始终就是咬得非常紧。在第二局，险些失误韩国队。丹麦队给抓住了这个空当，11-10。那么现在又来到了局间休息。
大家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国网络电视台五家体育频道为大家带来的2011年双星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一场小组的比赛。这是一场 D 组韩国队对丹麦队小组第一名的一场比赛。那么现在呢，场上已经在进行第三场男子双打的比赛。那么在前两场比赛中呢，混合双打是韩国队2-0取得了胜利。在男子单打比赛中是丹麦队皮德盖德取得了胜利。现在双方比分呢打成了1-1。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三场男子双打的比赛。那么第一局韩国的郑在成李龙大是以25-23取得了胜利。现在场上在进行的是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场上比分是12-10。丹麦队是暂时领先。韩国队这局的失误也是多了一些，现在场上比分是13-10，丹麦队现在是领先。场上比分是11-13。韩国队回球没有过网。丹麦队现在是14-11领先。第一局丹麦队是以23-25惜败。韩国队得分12-14。郑在成发球，刘根森来接球，线路非常的到位，角度打得很开。李龙大是球已经追不过去了。郑在成是换了一支球拍。丹麦队来发球，这个球又是差点落在界内。那么第二局呢，韩国的进攻的这种效果呢，觉得不是非常的理想。被丹麦队的这个防守呢连续摆脱，打的角度非常刁非常开。那么刚才这个球呢又是差一点落在界内。现在场上比分是13-15。李荣大发球，
16-13。第二局呢，现在丹麦队呢，现在取得了17-13的领先。英国队这把球又出现了失误，18-13。14-18，看看韩国队能不能将比分追回来。再见。韩国队再追一分，15-18。韩国队又是依靠进攻，拿到了19分。现在场上比分变成了19-16。他们一队发球，16-19。球应该是杀在了界内。20-16。那么丹麦队呢，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周盘回合中呢，最后还是丹麦队拿到了最后这一分，啊，将比分扳成了1-1。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双方打的还是比较激烈的，在刚才的男子单打比赛中，皮特盖德也是经过三局的苦战，以2-1战胜了李炫一。那么现在男子双打比赛，双方又在前两局战成了1-1，要通过决胜局来决定这场比赛的胜负。这种场面我们
一般的在网球比赛中也有看的比较多啊，在羽毛球选手中这个还是挺少见的。那么第二局呢，我觉得韩国队呢他的失误还是出现了一些，因为他的进攻的这种效果还是不是说非常的好。双方将要进行决胜局的比赛。这两队选手呢，世界现在排名的分别是第一和第二位。那么丹麦的这队选手鲍伊·摩根森现在在世界的男双排名中是占据了第一的位置，而郑在成和李荣大现在是排名第二位。第三局是由丹麦来发球，鲍伊这个球很网落到了丹麦队的场地内。1-0，正在惩罚球。这个球是落在了界内。就从以往的战绩来看呢，韩国的这队选手取得了6胜3负的成绩，应该说还是占据了一定的上风。那么看看今天的比赛最后谁能够取得胜利。2-1。李龙大来发球。这个球滚网。这个进攻造成了对手回球出界，3-1。李龙大发球，这个球丹麦队还是回球出界了，出了底线，4-1。这个接发球是非常好。
杀在了界内。奥根森发了一个后场球。在落在界内，现在丹麦呢将比分追到了4-5。那么韩国队呢，应该说对这届苏宁万杯的渴望还是比较强烈的，特别是呢他们从教练员到队员都进行了大换血，那么新的主帅呢也是非常渴望能够第四次。来夺取这个苏迪曼杯。特别是去年韩国队在尤伯杯的比赛中依靠他的两队女双战胜了中国队，最后呢以3-1击败了卫冕冠军中国队。李龙大来发球，这个球出界了。第三局双方的比分还是咬得很紧，现在5-6，丹麦队还落后一分。这个球又是出界，6-6。丹麦队发球，场上比分是6-6。这个球没有过网。7-6，韩国队又一次领先。顽强的防守正在成封网。这个球是滚网以后落到了韩国的队的场地上，现在呢场上比分是7-8，丹麦队还是落后一分。
森来发球，现在场上比分是7-8。8-8平。第三局呢，跟第二局应该说形势走向都差不太多，双方呢从一开始就将比分呢紧紧咬住，始终都没有拉开比分。对，是再往前抓住了一次机会，9-8。这个球落在了丹麦队的场地内，9-9。丹麦队连续进攻，球出界了，韩国队现在是10-9领先。李龙大发球，非常出色的一个点，11-10。韩国队呢率先拿到了11分，来到了局间的休息，11-9，场上比分现在是11-9，韩国队领先了2分。那么国家羽毛球队呢，在这次来青岛参加苏迪曼杯的期间呢，还特别热衷于公益事业。那么李永波呢，也是先后到他的市儿童福利院进行了走访慰问，向福利院呢赠送了一些纪念品和礼品。那么同时呢，李永波作为微尘不爱的大使，那么已经在去年的时候向这个微尘的公益这个活动呢捐出了由国家羽毛球队教练共同签名的一个件队服。那么最后呢，这件队服也是拍出了28万的高价。那么李永波呢也是目前表示呢，今年呢将继续参加这个公益盛典，公益盛典将于6月29号继续进行。那么李永波呢还将带国家羽毛球队的队员，到时候呢会现场去助威。同时呢，他们现在呢也正在制作一件神秘的拍品，准备到时候呢也来捐出拍卖。好，我们现在继续看比赛。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出界，12-10，韩国队还是领先了2分。非常顽强，郑赛成刚才往前一个鱼跃扑球救球，那么
将球回到了对方场地内，那么对方反而造成对方的失误。这个球非常长士气啊，在那么被动困难的情况下，最后呢导致对手的失分。郑在成来发球，韩国队的这队选手呢防守非常出色的，非常漂亮李龙大的这个后场进攻，14-10。看看丹麦队能不能够将比分追回来。现在呢，韩国队是14-10，在第三局领先。郑在成来发球，判了郑在成一个发球的违例啊，这个队员对这个判罚还是比较有异议的。这个球砸在了界内，郑在成这个球也是判断上出现了失误。文森现在发球，11-14。这个球，李龙大和郑乃成这个球呢，双方呢有点犹豫。12-14。森来发球，12-14。李龙大这个连续进攻能力非常强，连续杀对方的场地。那么最后呢，是拿到了这一分，是15-12。13-15。这是一个空档，李龙大。16-13。韩国队在第三局还是领先。
韩国队发球，16-13。胜在成。17-13。郑在成这个球没有过网，14-17。李东大和郑在成对这个球也是觉得非常懊恼，觉得不应该这个失误。单门队现在来发球，对，现在是18-14。离这场比赛胜利啊还有3分，看看丹麦队是不是能够将比分继续挽回这种不利的局面。界内19-14，比分被拉开了。李林大也是非常兴奋啊，这个球打的19-14。这个进攻得分，那么韩国队拿到了这场男双比赛的赛点，应该是大比分20-14。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韩国队应该说能够拿下了今天这场男双比赛。看看李荣大的发球。最后呢，韩国队经过3局的苦战，是以21-14拿到了第三局的胜利，那么也是以2-1取得了这场男子双打的最终的胜利。那么前三场比赛呢，韩国队大比分是以2-1领先，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单打啊，我们大家先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我们回来看女子单打的比赛。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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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4,